今天和李若彤一起演唱《归去来》，那这首歌呢是95版的新《神雕侠侣》的主题歌，当时李若彤演的是小龙女，然后我非常有幸的，这也是我人生的第一首歌。还是需要管住嘴迈开腿，我觉得生命是需要延续的，生命是要健康的延续，所以我觉得保持一个旺盛的体能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不要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努力去做，而是你努力做了，希望就来了。从称呼上的等级，我过去听的不是那么舒服，奶油小生，现在叫小鲜肉，好像现在好听一些。那我其实并没有想一直成为奶油小生，我希望陪伴着我的喜欢我的朋友们，现在应该也是30岁左右到50岁左右，跟他们一起成长，从精神上也好，从各方面也好，能够带领他们勇攀高峰，我觉得这是我的粉丝团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亚运会我会作为一个志愿者，然后带着来自全世界的朋友们，有世界50大最佳着装男士带着你逛杭州，那是不一样的感受。月是故乡明，人是故乡亲，祝福海外的同胞们中秋快乐。